没有啊，跟刚刚一样啊。刚刚一样啊，不是三发吗？我结了，是一坨冰啊。我们白酒加红酒会发生什么事？他问你会怎样？想要先吃美国的还是澳洲的呢？换美国牛。今天天气真好，刚好我们摄影社要出去外拍，超赞。OK 的话，就慢慢的前往警卫室那边。290度，冷品，是101神奇的活动。你刚经过有哪几家店可以跟我们讲一下？这么多人拿着相机，到底是在拍什么东西？这看起来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！这食物都还没有做好，然后就一大堆人来，一直不知道会干嘛。一坨面包，你想要番茄？边听到我唱首还是 OK， 回到家里，那我们现在要打包一下，明天要拍摄一个洗发精广告的影片啊，那我们就要来打包一下明天要拍摄用的东西，就没什么预算，所以带的东西还蛮少，就尽量轻便为主，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摄影助理啊，或者是其他的助理，都是一些可能没有经验的人，所以我们就是轻松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搞定的器材就好了，然后就来收东西喽。OK， 就这样子，那我们的器材就整理好了，那就希望明天拍摄顺利咯。